安心小姐，让雨果找个偏僻的废弃楼把安心藏起来，一定要看好他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安生。还有，等林月找上门来，你们拿到需要的东西之后，让他们俩合情合理消失一阵子。 处理得干净一点。林总，接下来的股东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国外的投资方已经提前到了，通知一下。 林少爷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，看看。你就为了这个？ 签了，不能签，林，不能签！你别过来！少他妈废话，赶紧给我签了！好，我签。 哎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立即发过来。 一会儿就有事儿了，雨果，你知道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吗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收工了，接下来报仇报怨，随你。 只要一把火，伪装成情侣纷争造成的他杀，这一切都会变成一片漆黑，见不得光的秘密。你不是恨这个女人吗？机会来了，可别错过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雨果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如果当时不是你把我推下去。 我会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当年导致你出事故的不是因为坠落，是因为阿不错轮。你误是了阿不错轮，要无才会这样的。我有鉴定报告可以给你看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雨果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没有证据，死到临头了，你有证据了。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对不对？ 如果你能不能放了他，你放了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你赶紧放了他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他无辜，我不无辜吗？你知道这些年康复我多么的艰难吗？我想到你这么没皮没脸的活着，我就恨。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 这个天然气已经泄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儿。我虽然死，也得拉上你俩。好。